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海鑫，此刻在北京，祝你晚安。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没事早点睡，有空多挣钱。有时候你之所以过得不快乐，无非是因为赚钱太少，而且还睡得不好。早睡解决80%的问题。我有个好朋友，当年就曾经因为失恋的影响，不仅仅丢了工作，甚至还丢了健康。那年当她正满心欢喜地筹备要嫁给当时的男朋友，却没想到在婚期的前两个月，男朋友却因为喜欢上别人和她提出了分手。因为这段持续了7年的感情，与他来说几乎是霸占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位置，要将他抽离出来，一时间实在太难接受了。他有试图去挽回那段感情，但都无能为力，于是便引发了漫长的抑郁期。他整夜整夜的流泪，整夜整夜的失眠，滴水未进的躺床上一发呆就是一天，都是常有的事。因为身心都没安顿好，更多的问题接踵而至，他开始脱发，也得上了胃病，身体不好也进一步影响到情绪，情绪影响工作，一切仿佛陷入了恶性循环。后来去看病时，医生给他提了个建议，没事早点睡，有什么苦恼明天再去想。当他养足了精神，情绪和生理机能就恢复得很快，一切也都慢慢步入正轨。有个读者给我留言，问我怎样才能戒掉熬夜翻前任朋友圈的习惯。熬夜的人其实很困，只是心中一直有所期待和牵挂，总抱着下一秒可能会有所惊喜的幻想，所以一再等待。可是被爱的人不流泪，幸福的人不晚睡，值得你爱的人不舍得你熬夜，让你熬夜的人不值得你爱。熬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悲观情绪在深夜愈发肆虐，倒不如到点儿了蒙头大睡，养足了精神再去面对。一个能量满满的自己，生活还有什么坎儿你过不去的呢？忙包治百病。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希尔顿有一句经典语录，依我看，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多挣钱来解决。人这一生总有无数个令我们丧气的时刻，例如人际不顺，甚至婚姻矛盾，很多的问题你细究到底，其实不过是闲出来的问题。朋友和我讲过他的故事，在他人生最闲的那段时间，却也是他最困顿的时期。在孩子长大去外地上学，丈夫业务拓展，频繁出差后，他常常一个人闲伏在家，但是表面看起来很悠哉，事实上他的内心焦虑无比。他会频繁地给孩子打电话，最后甚至孩子也会抱怨妈妈烦。他低声下气地问丈夫近况，催促他快点回家。他开始格外关注别人家出轨劈腿的八卦，并情不自禁地怀疑自己的丈夫，生出莫须有的恐惧。他会把焦虑的情绪也传递给他的亲人和朋友，对小事耿耿于怀，身上充满了负能量。要是遇到紧急花钱的事，总是可以轻易挑起她最敏感的神经。终于在一次和丈夫的大吵之后，经过一场反思，她决定重拾技能，投入职场。如今她已经在原有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了。当你有钱有事业的时候，你的格局是会被相应的打开的，你不会被家里的四方天地所局限，相反，你可以去探索广袤无垠的碧海蓝天。你没空去猜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白了你一眼，也没空去追踪丈夫昨晚为什么晚一个小时回家，更没空一天给别人打 N 个电话抱怨生活琐碎。相反，你手里有活，车子有油，兜里有钱，手机有电，你有的是满满的充实感和安全感。忙碌和早睡真是治愈心疾的良方。作家桥本坊在《流星漫舞》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男主因为恋人的意外丧生而深陷痛苦时，他的父亲无意间对他说了一句话，点醒了他。
无论会变成如何都无所谓，只要往前走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刺痛而痛苦难过，但那也是很不错的经验。对爸爸来说，在原地踏步反而更痛苦，光想其实也改变不了，干脆养足精神再说，光怕也解决不了问题，干脆靠自己迎难而上。当你又忙又美的时候，真的没时间忧伤，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点小人愤愤不平。摆脱你所厌恶的人或事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你努力跳出那个令你疲惫的圈子。有句话说得好，所谓的好日子不过吃好睡好，所爱之人全部安好。福南说，这个世界上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条件或者运气活成比其他人更出色的人，但是比起物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我更希望即便就是个普通人，开普通的车，住普通的小区，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都能始终追寻生命里最光彩的一面，不带任何戾气，活得上进且平和。没事早点睡，有空多挣钱，最后你就会发现，那些曾以为熬不过的事，居然已经都过去了。好了，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你的聆听。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记得点赞、转发朋友圈，来支持我们。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
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